开的回转山，恨之啊恨，这不叫恨，对吧？非得恨之，你看，恨之啊恨，你个假从那将，在鼻子唱就伤我们的声带，因为它拎不起来，气空，压着唱。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的安平，下面由我来教授《黑旋风》李逵选段，请我的三位学生做一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陈启，我是来自济南市韦石路小学一年级四班的小朋友，我今年七岁了。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的高明博。大家好，我来自浙江宁波宁海，我叫张妙妙。张妙妙，学了几年戏了？总共学了十年了吧。小朋友呢？我学了三年了吧。高明博就不用说了，高明博跟我一个团。好的，那我们下面把我们黑旋风李逵，这一段唱，给大家说一说。那么首先说呢，黑旋风李逵呢，整个的这个故事，这个剧情的故事，这个故事呢是李逵在水泊梁山上奉了宋江的命令，下山打探军情，在他执行任务当中误中了这敌人的奸计，他在受骗之后闯上了梁山，砍断了信黄旗，大闹了忠义堂，差点没把宋江啊给杀了。宋江有个军师叫吴用，就跟李逵说，好，既然你不信这件事情不是宋江大哥做的，欺压民女的事，强抢民女的事，梁山好汉都不做啊。李逵不信，不信怎么办？吴用就说，好，我带着宋江大哥咱们一起下山去找王林对质，看看是不是宋公明大哥抢的人。结果到了王林的酒店，王林看到宋江长得一样的黑，胖瘦差不多，但是不是他，不一样啊！李逵傻了，知道自己上当了。这会儿呢，这个李逵自己决定拿着板斧就去找敌人厮杀去了。在这个情况下呢，梁山跟官府就打在一处。那么梁山大胜回山了，犯了这么大一个天大的错误，他怎么面对？李逵是一个非常刚直的汉子，那么他自己勇于承担和面对自己所犯的错误。那么在这个剧当中，以前王正平老师、景荣庆老师等等的这些个前辈的名家都演过这出戏，那么我们在复排这出戏的时候，又经过多方的考证，发现回山这一段李逵应该有一段内心的一个反应，是吧？他对他的自己做错的这个事情应该有一个反思悔悟。那么在我们很多的老师的这个大伙在商讨的研究的情况下，我们设计了这么一段唱腔，新的，虽然是新唱，但是用的基本上都是我们传统技法的老腔。那么我们这段唱腔呢，主要的这个核心就是一种懊恼懊悔，所以我们唱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唱腔的含义意思一定要非常准确地传递给观众，用我们的心唱给观众听。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把这个黑旋风李逵的二黄的导板回龙我们先学一下。
个我喊害得我不分青红与老白，半壶半一轮就把这大天大火闯下来呀。那么词呢，就是第一句导板心纷乱，心纷乱犯了错误了，步沉重，走路脚很沉，回转山寨就很难，你走一步非常艰难，因为他的步伐代表他的心情。唱腔呢是这样的，心纷乱嘚里根咚，步沉重啊啊啊，大个隆咚里个拉根咚，回转山当债，哎太太太太，这第一句的导板。那么，我在唱当中呢，我希望你们呢，要把握他此时此刻主人公的一种心情，一定要把词意唱出来。他轻、重、起伏、长短，一定要把握好，好吧？我们现在，来一遍导板啊。心纷乱，步沉重啊啊！好，头几个字啊，我说一下啊。心纷乱，我们不能够把这个音唱到其他的这个音上去啊。心纷乱，步沉重啊，还是啊啊，别唱到就变了，咱们就对，回转山还是安啊，就是不要把音把字变掉啊，再来。1、2、3，心烦乱，好，不沉重。这个小擞音呢是非常关键的，我们花脸呢本身就是粗犷的，是吧？那么在粗中呢要有细，回转山，这一定要把它唱的对，游刃有余，要自然啊。摘，他是用心情唱啊，他才能跟你后边的这个回头，是吧？我们把所有的小腔啊都要唱得到位啊，千万不能够这个黄，不能把它唱死。心纷乱，步沉重啊，他还是有游刃的，还不能耍下巴，那切记啊！咱们这个唱的话，这个尤其是这个球拍的这种技法，唱的技法一定要牢牢的抓住，非常科学。好，我们再来一下。1、2、3，
心烦乱，我沉重啊啊啊。好，这个呢比刚才那个好多了。小朋友先来一遍好不好？心烦乱，不沉重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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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博唱的呢，加了一个虚字，那个虚字不要加。哎，啊，心烦乱，很干净，不沉重啊，一下就到位了。别呃啊，呃啊就不行了啊，就多一个虚字儿，那个妙妙。心烦乱，不沉重啊。张妙妙呢，你要注意，你唱的时候呢，还是一个嘴型，嘴型会影响你的发音的字的准确度。心烦乱，它能够含一个鸡蛋在里边，就是一种感觉啊，你感觉有个鸡蛋在你的口腔里，而且不要仰头，认可梗子一点头，这个音是立着的。对，如果说你这样唱，心烦乱。你不会上到你的脑共鸣，我们三个人再来一次，好吧？心烦乱，不沉重啊啊！好，后边回转身。这个安，他唱的是情绪，一定要送到底。回转山，山是高的，带高，山是高山嘛，是吧？回转山，他唱的是一种情绪，我马上就沉到底。扎呀，或者是扎。有的人的这个哀啊，这个音呐、啊，他感觉不好发音，不一样。你可以加垫一个虚字，但是最好不垫。整体把这个导板来一下，好吧？一二三，心寒乱，不沉重。这个导板整完整的来一遍，好吧？心烦乱，不沉重啊啊！回转山。
那个，有一个字，还是有点吃字，今后在练习当中呢，要注意，啊，把每个字要唱清楚了，让观众听明白了，你唱的是什么？明白吧？啊，还不错，啊，明博。心烦乱，不沉重啊。哎，明博，你再唱一下这个行腔的时候，在转腔的时候，这个音儿。不沉重啊，不沉啊重啊。多了，嗯，多了，这虚字加多了，不沉重，你把它把强调这个音儿，你那虚字就不用加，不沉重啊，你就出来了，很干净，啊，再来，心烦乱，不沉重。还好，后面回转身，再爱。嗯，好，这边好啊，明白吗？心烦。沉，不沉，不沉重。你念沉，你念沉，你跟着我念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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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沉，是沉，沉，不沉重呐。通过我们这两次的这个教学啊，我发现你这个你其实你的嗓子呢挺宽，哎，你的这个词音呢比较少，但是因为你是宁波人，是南方人嘛，你说普通话呢唱京剧呢肯定会有一定的障碍，语言上的障碍，那么这个呢就需要你这个在四下要多说普通话，多练习咱们唱的这个发音的咬字，好吧？那我们继续往下。现在就是回龙，回龙呢，更是反映李逵这此时此刻的懊悔的心情。一般的回龙，你看，开山峰啊，来了我的那个啊，为怜悯呐，全是这种，上来就是。给观众一个醒皮，哎，那么我们这个回龙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就是因为根据此时此刻李逵的人物心情来设计的这个回龙，所以他别具一格。他由低起，比如说，哎，共台共台令共共低根，你看，他走的是低的低根，他引出来。恨之啊恨你个假怂啊将你将我害，害得我不分青红与皂白，半夫我一轮就把这大天大火闯的个这个下来呀，他是把前面是那种比较郁闷的心情，跟后边把自己犯的这么大一个滔天的错误、塌天的错误扔给观众。那么我们把这回龙，好吧，咱们不着急啊，咱们把回龙头四个字、五个字，咱把它来一下，好不好？看这很好。
恨只能恨一个家从的江。对，恨只恨，你要恨出来，你要真恨，咬牙切齿的恨，要恨到骨髓里。所以这个恨，恨只让恨，这就不叫恨，你没有恨出来。恨只让恨，这不叫恨，对吧？非得恨只，你看，恨只让恨，你个假从啊将，你将我害。他非得把这种心情，哎，很贴切的，很直白的，呈现给观众。啊，你再来。恨只让恨，你个假从将，你将我害，害得我不分青红一招牌，满腹的议论就把这苍天大祸传下来呀。明伯，恨只让恨，要恨出去，恨只让恨，你个假怂，这个不能含糊，你个假怂啊将，你将我害，你这点就可以稍微的诙谐，用一种很自责很幽默的这种行腔的方法把它处理掉，可以用滑音，但是前面你可不能用恨只让恨，你个假怂啊将，你将我害，哎，这咱们都可以用。你将我害，害得我，你把我坑死了，哎，他是这种心情啊。再来，恨只让恨，你个假怂啊将，你将我害，害得我不分青红一招牌，半火的议论就把这苍天大祸传。下来呀！你看，明伯的这个嗓子呢，其实我听你的嗓子呢，还挺好。那么，我就刚上节课跟你讲的这个，就是发音的位置，你一定要练，要找，要不断的找。发音的位置如果是低，就耗费我们的声带，在鼻子唱就伤我们的声带，因为它拎不起来，气空压着唱，拎起来唱，那么这样呢省声带，也就是说你在演唱或演整出戏的过程当中呢，你会游刃有余，你能驾驭它，因为不是伤声带嘛，你可能当时可能会有一口气喘不上来，会有点劈了音儿或哑的话，但是你几秒钟就会缓过去。那么一旦你的方法唱习惯了的话，拎不起来的话，如果在鼻子底下唱的话，或者在鼻子这唱的话，就不久，就唱的不久，就会容易伤到声带。那么一伤到声带的话，可能就不出音儿了，当时可能后两句就唱不出来了。那么这个呢，就需要我们通过调气。调气息来，把气息调匀、调均。那这样的话，我们一出大戏、两出大戏、三出大戏，我们连着唱，都不会伤着我们的声带，不会嗓子哑。即便就是哑，也就很快就能过去。啊，这需要方法。那我们下面请我们的乐队老师给我们伴奏一下。
沉重啊。那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也希望你们呢下来的时候呢，关注一下我们央视戏曲频道的手机软件唱戏吧，那里呢有我的原声唱段，也有伴奏带，那么便于你们呢复习和学习，好吧？好，谢谢大家。学习京剧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字。字正才能腔圆。天仙儿把水泼，梁山进个天动地。哎，他没使劲，他在逗着唱。进个天动地，该是大爷一单呐。他这使劲了。险些儿，好弟兄的性命伤害。险些儿，把水泼梁山，惊天动地，该是大爷一担葬来。终难免。中国要几进那头，这个老根大我在，这个东西也根好的兄弟心命伤。